有点痒哦，在这边。Hello， 虚新闻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1006的房客的演员，我是黄腾浩，我是许光汉，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红包拿来，呀，快，手臂好像不能翘，然后我们持90度，然后往心上方来，肚子可以出力，你会感觉到后面的背肌开始在充血。这个不要生气，好像有些人深蹲，他会坐下来的时候，他会做他姿势。会伤到腰。假设这个是你们家的一面墙，那就是需要什么帮忙吗？膝盖90度，这边也要90度，然后就这样撑。慢慢的，你就会感受到你的大腿这边开始在紧绷了。你还好吗？有点抖啊。会痒。我follow你，好不好？还有一个就是深蹲跳，你去蒙他嘛，这样跳起来。其实你练腿很重要，你腿练得好，你做其他的肌群都是。还好，我还不知道谐音。我力气就很大。